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神 Quickie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今天的 Minecraft， 我们将玩的是《谁想要的旅程》。在开始之前，给各位 Bob 看一下我的威廉与境界。塔浪又多了一个出来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上线的时候就看到一封邀请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玩威廉与境界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玩 Dungeon， 有点地城之类的感觉吗？我们将玩的是《谁想要的旅程》，然后不知道今天哦，我刚刚的手变成大树的手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遇到什么地城之类的。《谁想要的冒险》里面有地城的故事吗？肚子有点饿，咔啾咔啾咔啾。上集阿贝走的时候，我们来到洛因之城之后，把我们的主线一跟主线二解完，然后我们现在站在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站在那个这是墓室的桌子上吗 ？Sorry。上集阿贝斯，我们解了两个主线，一个主线是这个，速成哦，给家的爷爷，就是那个写信给他女儿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还蛮感人的。另外一个主线任务应该是我要当老师哦，对，报告老师，我要当老师。相信跟我一样岁数的爸爸，差不多这个年纪的爸爸，应该都蛮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吧？那叫做什么啊？想起来了，麻辣鲜师。我们不需要这本书，所以可以把这个丢掉。水瓶我们可以把它喝掉，这样子我们就有空瓶子了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喝水好像不会增加饥饿度的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丢掉，丢去哪里啊？我们丢到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丢在这里，丢到水池里面。太小，咦？这样子这些西瓜长大会不会变成聪明的西瓜？说到西瓜就想到我小时候第一次玩线上游戏是淡水阿给，我那时候的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线上的昵称叫做疯狂小西瓜，超中二，超疯狂。那这家不是我玩过第四个主线任务了吗？好像还没有耶，还小哦，主线任务洛因之城的村民们，已经没有事情可以麻烦你了。感谢你一直来的辛劳，获得50个绿宝石，取得成就樱花杀手。杀你妹啊，是英雄才对吧？哈，这样子我们就解了两个主线任务的剧情了。我记得有 Bob 告诉我说，就是阿神你还没有到那个叫做哪里啊？那个叫做海底世界是不是？所以，哦，有种空洞的声音是从树里面发出来的吗？这个地方有邪气，我们不要来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就是运气可以到达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嗨咻，命运时刻，才中两点，所以这算是二周目吗？这个空岛算是什么鬼东西？我还没有看到东西，我现在踩的就是一座空岛啦。有了，我还没有到达那上面去过啊。对啊，我前几集阿贝索应该是五六七八九集之前有看过这种景面，不过从来没有上去过，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机会能够上去。这好酷哦！而且这空岛就是外面有一整圈的样子，不像是一些很简单的空岛，好酷哦！还想噔噔噔，又有剧情了吗？系统沉默着，怎么了？系统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这是我家哎，谁想我感到奇怪，问道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因为没有梗了啦，系统吐了吐舌头。谁想要的旅程在此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狗个毛啊！明明我才是主角，不要擅自结束游戏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所以不好意思哦，如果你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一个喜欢，在左上角一个。主角明明是我，谁想要收到角落失落起来，却每次都是我被打，每次都被臭名抹黑，每次啊，系统看着谁想要失落的背影喃喃道：“说些什么安慰他好了。”系统缓缓走到谁想要面前，拍了拍谁想要的肩膀，轻声说道：“你什么都有，你什么时候有你是主角的错觉？这哪是安慰啊？错觉你个大西瓜，最好是安慰啦，真叫不完了。”谁想要埋怨了起来。获得成就，亲耳恭听是吗？哦，所以有些成就是要有运气才能够拿到的。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多少成就了，应该有一半了吧？还少，哦，好多成就，对，差不多剩下少于一半左右。看一下哦，我们已经有，我想看一下刚刚亲耳恭听是所有的日常对话接听哦，
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日常对话都就是都听过一次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总共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，然后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所以我们已经用了十一个，还缺七个是吗？走格格大师应该就是把所有的格子都走过了，对不对？可见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格子都走过，所以还有的我们玩。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博物馆什么之类的，查看成就，查市集。这边有没有藏东西啊？有些 Bob 告诉我说，嘿，这里会藏一些东西在这里。看一下，没有，好危险了。一小，一小，所以要检查一下格子有没有东西藏在里面是吗？嘿，小心不要踩到。嘿，检查过了，这边没有东西，所以我们再前往下一个格子喽。嘿小。命运时刻哦，我第一次踩到那么多点呢，踩中三点，哦，好壮观的风景哦！哪里？这里好像也来过哦，这是雪山的地方嘛。嘿咻，又要遇到日常了，这样子很危险呢。我发现第二次之后就会变快，这样子代表我有机会会踩到一些命运时刻之类的东西吧？我身上好多绿宝石哦，这样子很危险吧？这样子抬着不？哎，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我想到就是那个叫做哪里啊？海底世界前面有哈、哦，看到前面有一个盒子啊，我想下去。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冲下去吗？这样是不是有点危险？不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可是光束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想我想下去，我这样直接跳下去会啊、哦，应该可以从这边跳下去。好喽。那我们走不正规的路线，上面也有一个箱子。我们走不正规的路线，开始我们的冒险好了。嘿，喂，好深哦！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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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哈哈哈，这里是哪里？哎，怎么跟我想到达的地方有点不太一样？我该怎么上去啊？我的东西有准备好吗？啊 ，OK， 前面有个洞穴，不行，前面那个洞穴是应该是往上走。果然，前面刚刚有讲到 dungeon， 搞不好就在里面。哈、哦，是一个很黑的地方呢，不知道有没有藏东西在里面。不啦，哎呦，去前面看一下。哦，这游戏没有手电筒，可是，哈、哦。这也太壮观了吧！不知道 Bob 可不可以看得见，但是哎呦，我先把亮度调到最亮，显示设定，已经是最亮了。吃到一口水，我没有办法啊，我没有办法前进哎。哦，可以了。我想说，我刚刚怎么没有办法前进？我想说，这是什么新的设定啊？这边有一个洞，这边的水流有点奇怪。然后前面有亮亮的东西，水里面也有，哼，这应该算是急流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来到了一点神奇的地方，上面那个是地狱水母吗？那个是，我听到烈焰杆的声音，不是烈焰杆，是烈焰神，果然有。他怕水、欸，呼！糟了糟了，这边有好多。哎呦，我们先抛一点水。上面那个是地狱水母，而且卡在上面。我刚看到亮亮的东西是什么？不要再对我吐火球了。不过这样子好像可以增加一点亮度，其实还不错。好、哦，有了有了，这边又有。哎，黑暗怎么到了一点很危险的地方？更多绿宝石，快把东西捡了之后，我们就出去了。哦。终于有点冒险的感觉了，嘿，一手，哎呀，小溪流，好、啊，所以是这样子点灯的吗？一点铁剑，还有一个金苹果，上面那个是，哦，不行不行，找水找水，一手，水源，哦，已经洗掉了是吗？哦，上面那么有一个洞，上去看一下。可是，
身上没有铲子，哦，啊，烫烫烫，不要再烫我了，睡睡睡睡，哎呦，吃点面包，哎呦，然后，啊，痛，啊，立即治疗药水 ，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往前面走，他一直在帮我们点亮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哪里走过都忘记了。上面真的有地狱水母卡在上面，啊！哦，这个地方真的很危险嘞。这里是，啊，哦，这里搞不好可以洗生怪，啊，这里可以洗炼感嘞。不对不对，这只是一个重生的地方。一休，啊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呀？那边有点铁，然后再帮我点亮我的区域是吗？哦。前面好，我们往前面走好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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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被点亮了是吗？真的哎，还蛮方便的嘛。哦，有了，这里是另外一个地方，而且这边没有。啊，我头晕了，恶心，可恶！啊啊，返回格子。这边很安全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爸们会头晕。我们先看着我的脸，我不要看其他地方，因为我其实也有点晕。我们有一个烈焰感，好 ，OK。而且我的装备的耐久度不行，我等一下要回去市集买一些东西，把它给好了好了。哈，这是算是隐藏的地方吗？不要再吐火球了。哼，这个地方都被点亮了。哈，还蛮酷的。上面那边有一个东西。就是那里，我们该上去拿吗？总感觉上面会是一些宝物之类的。可恶，没有东西在身上了，我该怎么爬上去？我必须要有十字镐。啊，只能回去了啦！现在身上没有带十字镐，能够让我攀爬上去。身上，嗨，没有东西。OK， 只好回去格子上了。呼，我们其实可以再跳下去。啊，可以来一个 round two 是吗？那我们先回去，我们先回去我们的那个市集，然后去买点东西。哈，我想买一点铁质装备，至少把我的装备给修好。武器商、防具商，有没有卖铁质装备？有啊，我要一个这个，然后我还要一双这个。有 Bob 告诉我说，就是只要用打铁的那个东西，就可以不会让你的我们忘记买那个铲子跟那个东西了，铲子跟十字镐，只要用打铁的东西，就不会让你的装备的附魔消失。嘿，哈，我不需要这些，药水商我也不需要找你，羊毛特产商，奇怪，卖工具的在哪里？是杂货店吗？是在后面是不是？不对啊。还是 是武器商人吗？不对，你是防具商人，所以是武器商人咯。啊，也没有。咦，是在后面是吗？这里有防具商，然后杂货商。哦，有了，杂货商。我们要买的是铁质的这个十字镐一把，然后我们还需要挖泥土的这个一个。哈哈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了。我们先回到我们的房间里面，把我们的装备修一修好了，回到个人小屋，然后再使用我们的这个东西。然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啊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。不过 ，Bob 告诉我是说，是不会消失，所以真的不会消失吗？哎，真的哎，所以这是修好的意思是不是？二十等啊，没差啦。给你啦，然后这个也拿出来，有了有了，这样就有一副全新的。哒哒，为什么变紫色？一定是邪恶的东西。这样子我们装备就不会坏掉了，不过等级又掉了不少。但是 Bob 们常常就是说，阿正你的等级怎么一直往下掉？其实只要回到竞技场，一下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刷回来。所以我觉得等级这个东西要用就直接用，怕什么？现在是晚上哎，跳下去吗？啊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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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好深哦，我好喜欢这种跳水的方式哦。应该是往前面游吧。嗯，咦，是啊？
是往哪里走的？哈，有点迷路了，前面有一只威比耶。是啊，哦，那里嘛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，对，应该是这里。一个神奇的啊，是吗？怎么感觉跟我跳下来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？糟了，好像不是耶。是哪里啊？啊？哦，是这里没错，可是上面有东西，我们先去上面看一下上面的东西是什么好了。这边也感觉也非常值得去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呢。吃点面包，妈妈妈妈妈。话说面包沾湿了应该很难吃吧？好像没什么怪物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爬上去看一下。哎咻，糟了，好像上不去。可以，这里一咻一咻，嘿咻嘿咻，然后我们把我们刚买来的铁镐，嘿。然后之后把我们堆上去，用这个东西空瓶子放在这里，然后嘿咻嘿咻，哎，奇怪，我们跳不上去，然后再弄到这里，嘿，嘿咻，哎，哈，没有宝物，哼，不过我们又多了一个治疗药水，这边好多治疗药水，等一下在里面发生一些恐怖的事情的时候，至少我们还有一个 B 方案。OK，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该 end 到这，下集 episode 我们要进去里面看一下上面那个东西，最好是一些宝物之类的东西。不然我花费那么多大心思竟然没有拿到宝物，真是太亏了。那下集 episode 我们就到里面去进行一点小小的探险之类的动作吧。我怎么好像被老片影响，好像在军中一样实施一个探险的动作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有订阅，随时影片频道实时跟踪影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嗨嗨，Bubble， 右上角是上礼拜的 Michael Friday， 好久没有 Michael Friday 哦，是一种新的形式的 Michael Friday 哦 ，See you guys。